抢转吗？如果抢转，那个他就应该抢。哦，那这没救。好硬哦。他是连闪都不能闪，他只能直上直下而已。他真的只能直下，你这个是感觉下砸。这能跟我想的一样吗？你那枪可能很高点数吧？对，哇，还不能上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好高。指定的机台是指什么？是里面的意思吗？真的。突然点数很高哎，我换个一箱洗衣球我也开心。这个九点的发生什么事？这个还有四点哎，他怎么？有四点。我靠！哇，这十五点哎。七点。哦。哎，加上可以换里面那一只，好屌。不求呢，没关系。哦，可以抓痒吗？抓痒，应该是。抓痒，就这样子啊。抓痒，还是拿东西而已。他拿得动吗？不行啊，抓不住啊。哎，我的饮料会不会被弄倒？不行不行不行。打到下面。对啊。这声音好听一点。你们那个是可以兑换的。钱币，对，代币。它是200换一，它是200块可以直接给你30枚的代币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那它只能玩有连币的牌。哦，对，基本上零时都。好，那跟你换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你要换吗？好，换个200。换200。好。好，谢谢。我这次30。好。那我们现在有活动是，加我们官方 LINE 跟那个社群追踪的话，我们送一个袋子或者是3枚的连币。你说加 LINE 吗？对，加 LINE， 然后跟社群追踪，所以你们都是放在 YG 上面。哦，对。先从泡芙吗？可以，先。可以从一个四点开始啊。哦，大概它下早速度很慢，有点慢，而且也不太好闪，它会下一次动。它机台整个都在晃。对。哎，确实有点慢哦。确实有点慢，而且有点怪怪的。还是它直接抽下去。对啊，哇，其实还是很难，因为毕竟我觉得逢甲家都不太行的，应该有，应该有了，啊，四点，不可能吧？这也是抢转吗？如果抢转，那个他就应该抢。哦，那这没救，好硬哦，他是连闪都不能闪，他只能直上直下而已，他真的只能直下，你自己是，但这个就只能直下砸。我都忘记了，按了就收转了。对啊。哎，好表。但我刚刚说，哎，可是这边不能甩，是这边甩不到。不晓得，所以这边真的不太能甩。然后这个可以稍微甩，哎，这个可以甩。哎，对，你说的是对。就是推后面。那直接夹会长怎样？可是好像很难甩。哎，真的有一点难甩，还可以一次抓下面抓两个，然后也是抬起来，它能一次出两个。捞起来，好，还行，还行。这个我觉得应该不好说，要讲才知道。真的，真的，我怕它不能甩。可以啊，稍微。好像有点难，还要顶到。再啊，再一次。它确实有一点硬。哎，六点的，其实蛮高的。哟，它快出来了！这个早上只要甩一下，压下去就有了。我超载！啊，它飞走了！这个能跟我想的一样吗？这个好，我就试试看吧。它能不能一次抓一大把出来嘞？它好难甩哦！它
不行不行，别的。这个能甩吗？那这里的机台有点怕怕的，哇，好像有点硬哎，可以甩了。它有点大，所以它很难捞去洞口，而且还不能逆斜甩。应该有机会，可是要夹哪里啊？好像不知道怎么夹它，因为它不太能甩。它把它推走了。还是其实夹后面？啊，推，因为一直想推它进来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子往前推。哎，进来嘛，先生。还是逆斜甩，推下去。完了，完了，大家卡住了，我现在有点尴尬。还好，十二点。可是这种事我们这样不会，光是这样。这个能跟我想的一样吗？你的想可能很高，点数。对，我还不能说。很不行不行不行，好高、哦，好高、哦。这条还没点数，我觉得它有可能，如果不能甩的话，就是，它早就很卡，所以它一定要捏到，这样子，哦，上楼了，上楼了，上楼，哎，我剩五十，那你觉得这个有办法？我觉得比较难哎，那试试看。没有，刚看它好像可以稍微甩，然后它捏起来就下放。咦，它怎么飞过去那里？它可以捏斜甩吗？嗯，可以了，它沉下去。损伤死了，能不能再给我出一个？有了，这个再不出，那试试看这个。好，就剩这个吧。好，剩几个多少？二十。好，就去它哦。就决定是你的。哎，一个吗？是啊。最后10块，哦，可以，对啊，知道这个12，刚点数，所以就这些直接换点数，对，然后想直接换个东西，想直接换个东西，对对对，所以你有算过点，有算过了，对对对，好，是40点吗？对，是40点，那我想换那一只库洛米，想要换库洛米，对。黑色的好，黑色不是对，谢谢，你比较精明，对，精直，哦，够大，对，哎，都比它还大了，比机台还大，哇，那真是可以，哦，对，可以，学懒，回家，学懒，哎，真的很大，很大，根本换到跑就这么大娃娃，对啊，200块耶。